朝上的乌鱼真双眉，你有没有做得清鲜入味？洗净的乌鱼不用去鳞，才能锁住鱼身的油脂。用刀在鱼骨两边划开，不用切断。把双眉压碎剁成蓉，再切一点姜末，广葱调入少许的盐，一小勺蚝油，少许的油，少许的胡椒粉。姜片垫底，放上鱼。调好的双眉汁涂在鱼肉上。蒸锅上气，大火蒸六分钟。潮州打冷堪称一绝，乌鱼用来做打冷也是不错的食用方法。出锅放上几根香菜，这个做法简单清鲜入味，超赞。